失踪。两个，哎，小的他们一个。开始撞墙的感觉耶。加班啦！太累了，捉碟捉碟。鸟味，牛肉干。鸟味。下一个其实是鸟的。我有不暖暖包。稳住！小心一点。今天早上就满满的废气味，好了好臭，还不用钱的。男车友破胎都没有人理他，今天一个女车友全部都围上去，全部都丢出来。女车友出现，人人都是技师了。对，不然大家都活了起来。这个时候大家为了追上女车友，而且吹会多嗨哦。展开了追逐战。女车友不惜自爆啊！没错，自爆了。才刚说没有风，
就有风来的落山风。